香港速度系列次关短途名区再展锋芒，仲喺呢只美丽传承，佢都系一望到底，似个势越赢越远啊！美丽传承赢董事杯，咁啊争分夺秒战先，红衣醒神逐步上嚟，争分夺秒赢出百周年纪念短途杯啊！以其用兵已经系透出噶啦，华商会挑战杯，以其用兵轻松赢啊！女王银禧纪念杯，2月17号沙田马场。